这里是客厅，你可以看草坪，草坪不错呀。我知道你们顾得很好。 OK， 这里是客厅，然后呢这边是厨房，厨房微波炉啊，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冰箱。 OK， 然后有洗碗机什么的，烤箱。 OK， 好，然后出来这里呢就是后院。哦对，他还要看那个 garage。 OK， 对，所以呢这是后院。 OK， 漂亮的草皮，然后这边就是这里呢是应该吃饭的饭厅，厨房旁边就应该是饭厅。然后呢这里是洗衣间，洗衣间有那个洗衣机跟烘干机，然后这边是就是 two car garage。 OK， 来 Ethan。 OK， 他们现在要搬家，是你们 doctor， 你们那个一个 doctor， 嗯 UGD 的一个教授。 OK， 所以是两个可以停两辆车的 garage 在这里。 OK， 现在他们要搬家，准备搬家。 OK， 好，就这样子。 OK，